Hello， 我要来教大家做四款，不是八款哦，四款风味水。我有迷迭香，然后还有薄荷，然后还有柠檬马鞭草，还有一款很特别的紫苏。我平常会外带的，就是像这款迷迭香。迷迭香呢，因为它香气很足，而且它有放松的作用，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去早上起来觉得我压力好大哦，我建议你就把它带出门，要用它的时候顺便你手这样刷一刷，先抚慰你的身心灵。柳丁片、枸杞、明目醒脑，还有增强免疫力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加饮用水或矿泉水。我每天都会喝风味水，但是这是我蛮常喝的一款，推荐给大家。你有 Monday Blue 吗？你就应该要尝试一下这一款薄荷叶呢，它有醒脑，然后如果胃不好的人其实可以有时候可以喝一点这个。三朵到四朵，来一点柠檬片或者是莱姆都可以，再来一点点蓝莓，蓝莓也是有抗氧化的作用。来加水咯。然后这一款我是建议，比如说你有早上你觉得你的情绪不太安稳，可以帮助你醒脑又健胃。柠檬马鞭草呢，浓浓的柠檬味，可是又带一点那种特殊的香草气息。我把它配了苹果片，建议你再放一个柠檬片或莱姆片。完成了，因为我想要你在喝这杯水的时候先闭上眼睛放松一下，闻闻它的香气，然后就可以畅饮了。嗨大家好，我是紫苏叶，不要以为我只有在生鱼片才会出现哦，错。喉咙痛呢，或者是体质寒的女生，你就加一点姜片，然后一样我们的枸杞。完成咯，这一杯呢非常适合女性，比如说你的生理期快来啊，你就可以喝上这一杯，它有暖胃的作用，然后还有杀菌的功能。今天介绍给大家这四款风味水，然后我们下次见咯。 I love you